爱看电影的人，没有人不知道这位明星，也叫胡金铨。他刚到香港的时候是很困难的，老想着自己的家乡，问我，我的母亲哪儿去了？当年他红的时候，跟全世界的一流导演平起平坐，可是后来，那印刷厂要找一个校对，结果我校对这个香港电话部。他不会讲他有什么困难，我真的很能感受到他那种寂寞。筹备了一二十年的戏，眼看只有一个月就可以拍了。希望他下一辈子忍受一点世俗方面的东西。很想念他。I want to find another director like we. Nobody.